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是不是很冷？不会。好啦，我其实蛮担心你们感冒的，可是。不会。那怎么办？唱歌呀。好。歌呀。多唱两首，对不对？好。可以吗？有时间限制吗？没有。去问一下哈，因为我想多唱，你们最好是去问一下。对，那个觉得你们今天参加这个演出真的是也蛮辛苦的啦，可是应该也蛮开心的哦。对，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。然后呢，其实你们有听过刚刚那两首歌吗？有。就是其实燕窝呢，我是用燕子在比喻一个歌手，然后呢，他在呕心沥血做出他的燕窝的时候，其实他是为了要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的下一代，或者保护自己的所珍贵珍视的东西。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或许会被人类拿去掠夺，或者是被他利用成我们口中所谓的补品，或者是造福人类的一些东西。但是其实这些过程呢，或许都是燕子没有想到，或者是非他所愿的。所以呢，我是觉得在创作者的过程当中，当然是没有这么的，有他经历过辛苦的地方，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的残酷，因为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一群很幸运的人，因为有很多很多人在陪我们分享，所以这些歌是表达对你们的感谢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带来两首慢歌，冷的哈，把外套穿起来，对，因为慢歌也不太好。不是你这样突然披上来，我这样很像劳保呢。那我好好把它穿好啊。哎，那不如心仪跟大家聊聊天好了。嗨。我听到139哎。现场有没有喜欢心仪的单身男性？男的，那举个屁手啊！男的，你是男的，裤子脱下来看看。你要说谎嘛，好不好，各位姑娘哈？除非你真的是，你知道，长得比较像女的一点哈。今天你愿意娶心仪，但心仪不愿意嫁你，好吗？她需要的幸福，那个比较正常一点啊。心仪，嗨，会冷吗？怎么样？好香哦！你那人现在在我手里，哦，好香，对不对？很香。对，我一直都还蛮香的。什么？可惜没什么人闻。哎，叫你跟大家聊天的话题聊歪了你。好了，大家今天特别冷吗？是不是？好，你们跟心仪一样不怕冷，胸前很喜欢跟大家出来偷东西。他也跟你说嗨。哎，那个字幕写说没办法加歌，最多唱到10点嘞。好啦，那我们赶快唱，不要再聊天了。两首慢歌，然后如果你身边有你很在乎的人，可以牵着他的手一起听。五年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Sure.